胡志玲，胡大姐，你好，你好。胡志玲54岁，离异，退休金2100元，打工收入10000元每月，家住公主岭市，住房面积50平米，现住在女儿家。坐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妈，给我孙子，坐那，别动，别动。妈，这还有个小宝宝呢。啊、小宝宝，一小宝宝呢。哟，你多大了？你说我13个月。哎，糖喇子了。糖喇子了。哎呀，我的孙子。那这谁家孩子啊？我女儿家的。啊，就是现在是在姑娘家帮着看孩子呗，对对对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家公主岭。红娘觉得呀，带孩子可是全天下最累的工作了。这不，刚聊不久，大姐又开始忙活小外孙子了。拉不住了呀，不咋呀。姐，你看看阿姨多好啊，还给你擦的口水，你看吧着、嗯嗯。啊，你说喜欢阿姨，喜欢漂亮。阿姨瞅，阿姨不瞅了。嗯，你说喜欢漂亮阿姨。等会儿老了再给拿这个棉柔巾。一天挺忙的，找孩子是不是、啊？我一天24小时，有的时候6点多钟就起来了，起来反正就给他插点粥，等8点多钟起床一吃饭，来，姥姥给穿尿不湿去。他早上起来喝不喝奶了？现在喝。哎呀，姥姥给拿这抹点屁屁油，姥姥给抹点屁屁油。你说我是小男孩没事儿，你说曝光就曝光，你说是男子汉，你说我出生才2.5斤，不2.7斤。早产、啊，早产，对，你跟着伺候了是不是？一直伺候嘛，生下来，在保温箱待了是43天，45天我们才结婚的。啊、那时候照顾他挺很累吧？孩子那时候小。妈呀，那阵儿他那啥，接回来说他吐奶嘛，吐奶怕往出呛奶，夜里都不敢睡觉，妈一天也就睡几个小时。跟你姑娘一起俩换班儿。不用他呀妈，他坐月子不让他弄了，就我自己。都说孩子是甜蜜的负担，虽然有这个小家伙24小时的缠着胡大姐，但是为了能多帮助女儿，再辛苦大姐也是心甘情愿的。他俩回来都有的时候都8点多钟了啊，那么忙。我女儿在医院，她忙啊。啊，做什么呢？在医院？她是护士，姑爷搁那马云公司，阿里巴巴。啊，工作都挺好的，怪不得忙。嗯，她忙。年轻，那你就成天得跟姥姥在一起了。那成天跟姥姥在一起，跟姥姥搁一起，跟姥姥可好了哈，是不是啊？跟我姥姥好，那得回姥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谢不谢姥姥？那跟你们比，跟他妈妈比，24小时跟我，跟他妈玩几分钟就不干了。成天带着他，就虽然说累点哈，累点高兴啊。那你这成天带孩子也没有啥自己的时间了，是吗？没有，没有时间，反正也不出去，哪也不去。那你这要找伴儿的话，姑娘知道不？知道，姑娘说的，妈，你找个伴儿，晚年他有个伴儿啊。这等到11之后就来人了，来给带来了，我们雇着人了。啊，那也就是你不用亲手带他了呗？不用了，但是我帮帮手就行了，是不是那意思？我也不在家，我在外边打工呢。干啥去啊？北京，去北京干月嫂去。前几天。我那个啥，北京都订出去了，就一个月呗。我们是26天。呀，那这姥姥走了，你能行吗？姥姥走想不想？姥姥走想不想？那你在长春不能干吗？为什么要去北京干？我去北京都多长时间？都10来年了。离完婚之后，就在北京，就是说干月嫂来的，净身出户出来的，就带出500块钱，要么他不给你手续。胡大姐跟红娘说呀，她之所以这么坚决地想结束一段婚姻，最主要还是因为前夫酗酒家暴。最严重的说就是说，就铁环宽带你们都知道吧，跟那个去抽。他说过，他说的胡志玲，你要睡觉我就把你杀了，我总害怕他把我真正杀了我。我就决定完了，就寻思出外离家远点吧，远点能不能多赚点吗？干月嫂在北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？一万多块钱。累的吗？辛苦吧。辛苦，就是血汗钱。妈，24小时，妈，晚上睡觉也就是说2、3个小时，三个多点吧。要么有的时候干够了。完了，后来就是首付给孩子买个楼，完给他买的车，我自己也交的社保，完我自己还买个小楼呢，公主岭有小楼。带电梯，十多年没白干，我还行吧。那你说，咱是一分钱没有的时候，我不带说我去找老头来嘛。我低三下四的哈，我跟你求啊借啥的，我不带那，我自己手里赚点钱啥的。你要这些年始终一直没整，有的说找老头，哎呀，我依靠老头这那的。
那你是咋想的？我就先找老头，咱们有点工资在手里，再有几个钱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光指人家经济方面放在一起呗，完了留点钱，有点老了那天吧，你要是剩下的话，俩孩子，你孩我孩子都一碗水往平端，是不是？给他点给他点都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人家孩子也是孩子，咱家孩子也是孩子嘛，对不？就找差不多少吧，咱也不说大富大贵的，就差不多就行了，是不是？了解了大姐的情况后，红娘觉得胡大姐长相大方，性格开朗，谈吐又得体，挺符合许大哥的择偶要求的，所以决定给他们撮合撮合。这次相亲啊，大哥的朋友又来了。他买鸡蛋了，十回的买鸡蛋。我说你买鸡蛋咋拿个车呢？拿不拿呀？买了就拿着呗。哎呀妈，那你真没少买呀。买点实用的啊。行，对对。你咋酒味呢？你是不是喝酒了都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大哥，我那个昨儿。哎呀妈，大哥，相亲了咋能喝酒呢？还不说实话呢？我怕吗？你怕啥呀？怕你呢。喝了，你怕啥？怕你。没事，你就跟我们实话实说，有啥你跟我们说。没事。跟别人没事。中午是咋聚会去了，还咋的呢？那个同学，有几个同学啊？那你就实话实说呗。有几个同学，他说那个不喝，我说那你同学到一起来的，喝两碗。进屋小点声，人还说。我不吱声。你吱声，该吱声吱声，稍微小点声，别耍酒疯啊。徐大哥跟红娘说呀，他今天喝酒，一个是因为同学聚会，再一个他自己是个内向的人，今天来相亲又有点紧张，他就捏着鼻子喝了二两酒给自己壮壮胆。但是啊，胡大姐最在意喝酒的事儿了，偏偏今天徐大哥是喝完酒来的，这第一印象多主要啊。红娘就想着先帮大哥说说好话吧。大哥给买了鸡蛋。哎呀，我家有鸡蛋，我女儿。大哥就是谁实惠了。媳妇正常应该买点水果。哎呦，但不知道你家孩子吗？是我女儿这家鸡蛋有的是，那谢谢，咱感谢呀，管他成不成的哈，咱也表示感谢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大哥的朋友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，先坐下，然后那个相互介绍一下自己哈。你好，我叫胡志玲，55，属猴的。我姓徐，叫徐耀东，啊，我今年63。啊，瞅的还行，挺实在的，瞅的挺实惠的人啊。瞅面相感觉挺实在的，还行，挺好的，瞅的不烦人啊，瞅的不烦人就行。我就瞅烦人的人，见到上脑的那种我看不上。我那啥，我去再拿两瓶水去。不用，嗯，有水。这个小。这样。哪都相中了，干净啊，长得也行，嗯，我喜欢这样人，一看就是上你过日的人啊，哎，要不说你们原来不管呢，你们这工作呀没白费心，你们辛苦的没白辛苦，哎，确实挺好，给你们垫个债，谢谢。今儿中午，要不那个他来几个同学，嗯，那个我出不去，我们家小孩睡觉呢，不是你听我说啊，我来几个朋友，同学来，嗯，完了请我在饭店吃饭啊。那就这么的，喝了一罐啤酒。哦，我闻着酒味儿，我一进屋我就闻出来了，这不又来个酒蒙了？完了，大姐还真闻出大哥身上的酒味儿了，这可咋整啊？她能接受许大哥，刚见面许大哥对胡大姐是十分满意呀。可是大姐这边一进屋就闻出了大哥身上的酒味儿，红娘怕大姐误会大哥爱喝酒，先帮大哥解释。今天就是赶上特殊场合啊！对，大姐别介意，没，我不介意，这个有应酬必须得应，这个，大姐还挺通情达理的，人，说该有重要场合该喝，对，该喝喝，没事儿，我不介意这事儿，嗯，有机会喝酒行，没啥事儿说喝什么酒啊，对不？尽量少喝，尽量我最烦的喝酒，因为啥？我前夫就是说烦的喝酒离的，是不是？我08年离的。我就因为喝酒，他一喝酒，喝完酒就来家暴，我就最烦的这种，啊，就属于那大男子主义的那种，我最烦。我俩，就是，这个我就反对骂人。你看啊，我最反对打，你知道不？但是我喝了不像你想象的，这你就放心。啊，那我要喝醉嘛，那没有，从来没有。那你喝酒是啥样？你跟大姐。我就喝酒就睡觉。啊，那行。
我不像她想象，她老公要是打骂呀，我从来不会的。嗯，就是我自古以来我就没有那事儿。我要是真，我有一天不给你说了吗？我要喝多了就是回家睡觉。我要怕媳妇的话，我就上哪儿睡完觉醒酒了再回家。哎呀，行啊，对啊，你看我为什么？是这意思。这人要是相中一个人，这可了不得了啊！这是一个动了，快，我去。我孙子真成心呐！他有的时候你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说带小孩呢，没时间，真没时间，出不去，孩子小。我喜欢女同志，得一小孩的。他还说了，等个明儿我们俩到一起了，我买个四轮的那个电动车，他说没事，你俩送送孩子啥的也行，挺好。你看，挺出息。啥时候说了？刚才说的。我中间的车上。妈呀，那我也没听见。哎，是不是我这我知道啊？而且你看，大哥确实挺喜欢孩子，干练聊天，大哥就一直往屋里走。是，瞅我们家孩子，成喜欢。心里挺暖的。对，我还有一个老妈呢，我还有一个老妈，78岁了。不能动了吗？能啊。你走到送送送送，正好我伺候你，那出去扭秧上去。哎呀妈呀！小大哥多好！以后是疼了有我。行，我看行，那行。带我母亲扭秧去，但我母亲好像扭不了秧了，拄拐棍来回的，反正但着听着挺孝心的吧。买个车接送小孙子，带着老妈扭秧歌，这不就是爱屋及乌吗？看来许大哥对大姐是动了真情了。许大哥觉得相亲嘛，要真诚一点，还是要把他的缺点跟大姐说一说的。我埋的呗。男人嘛哈，不需要你多干净，干不干净是在女人，女人要给手里说的，男人就干净。40多年真没有这么说。在家里必须有女的收拾干净，我会那做啊，那行，做行，我不会收拾啊，行。真是像我想象的人，真出现了。但是吧，10月16号我还得回北京，我搁北京打工。我定出去了。不行，我也去。我假设我要去的话，我也在那找分工，让我们俩不能能见着面。说的话是到心都挺诚的，你去的话你也见不着我在户里头，你见不着，那我还得回来呢。那个时间也没有个时间。时间没事，行，没问题，俺俩就可以联系，可以微信说话，只要他能等。万里，我在这里等你。许大哥真诚的心好像也被大姐的外孙感觉到了，想醒过来看看这位未来的老爷。看看哟，这么多人呢。嗨，你好啊。相不相中孙子？你相不相中？你给姥姥做个决定。相不相中？反正一般孩子都喜欢。都坐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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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太高兴了哈。小朋友啊，太高兴了！哎，你要是没啥说的，反正我是同意。就是说你上班吧，就是你，我就给你，就等你。站着等我3000年吧，是那也是，那没问题。哎呀，还笑了。哎呀，笑了。哎呀，对对。拜拜。哎，这小孩呀，这。哎。啊，你慢走啊。拜拜。我都不想走。哎呀，那没办法，行，以后俩好好处啊。行，我俩有微信。